把你的手给我。某人不是说，假如可以假一辈子的话，也能变成真的吗？既然他们都已经知道了，我们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。林然，我们坦坦荡荡重新开始。这次的开始，不是假的，也没有谎言。我心里跳的那个他，用细沙汇成花，风吹散的梦还在喧哗，月落下你看见吗？我心里想的那句话，明知道没回答，可我偏要用爱做法，将你融化笑的那个他，用细沙汇成花，风吹散的梦还在喧哗，月落下你看见吗？我心里想的那句话，明知道没回答，可我偏要用爱做法。求你干嘛呢？将你融化。喂，你干嘛？走哥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成功拿回来一份收购合同，王者归来了。这什么咖啡啊？哥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啊，我就跟你好好学学，继承家业。哎呀，这种掌握权力的感觉，一个字，爽翻了。合同呢？签完了呀。签完了，在哪儿？我的字签完了，林然拿回去签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带着合同王者归来？是啊。小唐，哎，李小姐公司的花谁送的？生活特助小李，把她调去市场部。啊？有问题？没有。出去。哎。哥，哪个李小姐啊？不会是我有嫂子了吧？这些我都看过了，还是再看看吧。不要，看一看吧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不看呢？你收拾一下，还是要考博啊你。哎，这么看起来，咱们微微跟林然谈恋爱还是挺占便宜的嘛。你看他年纪小，看起来就好骗。微微大他几岁，生活阅历丰富，治他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呀？
微微啊，你看你从小到大都特别懂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各退一步。你跟林然的事呢，我跟舅舅啊就暂且同意。但是以你现在的状态呢，开甜品店确实不合适啊。你们要不再退一步？啊？你是不是得寸进尺啊？不可能，不吃了。这次画展呢，你做的不错，出了风头了啊！而且呢，欧洲那边对你也是非常肯定。接下来啊，我觉得在校庆晚会上啊，你和齐涵的节目我给你报上去了啊，你们可是咱们系里的金童玉女啊，这次啊好好练，别给我掉链子啊！哎，不行不行，什么金童玉女啊？主任，我可是有女朋友的。不行不行，这节目真不行。不是不是，好好好好好，算我说错了。但是你是咱们系里的尖子生，你必须把这个脸给我露出来。不行不行，真没时间，主任你找别人吧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，动不动还给我撂挑子，你能不能有点上进心啊？啊，我问你，这一次我让你主持校庆晚会，下一次我就让你主持全市最大的成人宴。哎，主任，那个宴会是不是每年都得订八层大蛋糕的那个宴会啊？然后今年轮到咱们学校承办了。那当然了，你要知道市里的大小领导、社会名流、大牌宴宴，你露脸的机会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你把我这好心当……哎，我参加，但是有话就说。不是我最近家里开了个甜品店嘛，就是想着晚会上的甜品，就是能不能搞一个外包？你个臭小子啊！发现就你心眼多。那我有要求啊，行，这次活动主持好，毕业画展质量给我弄好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行，剩下的我帮你争取。那咱们可一言为定啊，主任，你说好的不许反悔啊。然哥，行行行，哎，主任，那我先走了，我敢画展，一言为定啊。哎，然哥你跑什么呀？林然你别跑。你跑什么呀？合同呢？签了没啊？签了吗？你问谁呢？你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搞人间蒸发呀你！厚面之口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！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执着啊？我这是无言的拒绝，你知道吗？非得我说出来你才信。我告诉你，不卖了，走。你，哎呦！伟哥。我又被骗了，林然他太不是东西了，签个合同都签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靳总，你的代言。你的投资案。可以啊，靳总，效率很高啊，谢谢了。你现在都是这么口头的谢谢吗？那还有什么不一般的谢谢吗？感谢靳总的帮忙。那晚上有什么安排吗？放荡不羁，扣50分。特殊手段，扣50分。说话呀。没有什么安排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既然你提议了，那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。好，我出门了。就咱不是说好了要循序渐进吗？咱微微好好的又被你说走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是回来帮我还是帮他的？我就是觉得吧，你要不还是把卡还给微微吧。他出门的时候，那没钱怎么办？那万一他着急被人骗了怎么办？万一他走入歧途怎么办？万一个屁！真是瞎扯。
行不行，我还得去跟着薇薇。你跟着我干嘛呀？薇薇，我跟你是一边的呀，我跟着你我才好帮你啊。你帮你自己吧，我用不着你帮我。来，慢走。这个我喜欢，买。你好，买单。嗯，好的，先生。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是，薇薇，你卡不是停了吗？哥可以给你当提款机啊。你确定你要跟着我？嗯。好，坐。哎。薇薇，这个好看。哥，我去上洗手间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在这等你啊。喂。喂，薇薇，你干嘛呢？晚上有没有空？今天晚上咱们请靳总吃个饭吧。毕竟他是投资人。你介意我带个尾巴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回头把餐厅地址发给你啊。怎么是他呀？我还以为你带的是林然呢。一言难尽啊，我要去店铺签约，但他一直跟着我。哎呀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甩掉他。放心啊。哎，小静啊，你平时练的挺多的吧？还行啊。我就说你比林然那小子强吧。哎，但你跟哥比啊，你还得多进步，知道吧？别管人家练不练，总之比你帅。我们两个说话你插什么嘴啊？哎，小江，你单身吗？是。他不光单身，还追过薇薇呢。怎么说？薇薇是他见过唯一一个超过80分的女孩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还追过薇薇呢？没有。那正好。哎，我也觉得你不错啊。子川，待会儿我们好好聊聊，好吧？好。来，表哥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呀，快擦一下，表哥，脏了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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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洗吧。哎，子川，等我啊。啊。耶！拜拜拜拜拜拜，去吧去吧，拜拜拜。哎，薇薇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你们不是断了薇薇的卡，不让她开店吗？刚巧我找来了钱，就是这位大总裁给她投的资。反派只能推动剧情，主角永远奔向光明。我跟你说啊，还是省省力气吧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算是明白了，我一个好好的妹妹就被你们这种狐朋狗友给带坏了。开甜品店是一项通过风险评估的商业活动，并无不妥。我不管，今天不把妹妹还给我，咱没完。要不然我天天赖着你，我缠着你。赖着我的人多了，轮得着你吗？哎，好歹我也是你一日前男友吧，你说话客气点。别碰瓷啊，是你当初跟我告白被我拒绝了。再说跟薇薇有关的男人我都不会碰的，好吧，请你记住了。其
跟唐薇薇不是很熟。哎，舅，你这么晚去哪儿啊？你又去哪儿了？这么多东西，不好了，我局被破了，薇薇有钱了。啊！啊，祝您生意兴隆。好，谢谢。先走了。你说说啊，咱们多久没一起逛过街了？我感觉我们俩上一次逛街是什么时候来着？你春游，初中，高中，反正啊，是什么时候不重要。原来我是你弟弟，现在我是你男朋友。好，一共898元。啊，好，扫我的吧。好，终于等到我养你的这一天了，我开心。走吧，慢走。林然，我给你3分钟，速回电话。你的前男友都这么没品位吗？最后5分钟，你别逼我。古筝。古筝。古筝。嗯，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是吗？巴甫洛夫的狗。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你们文盲不会懂。画展进度怎么样？啊，画展马上就要办了。那赛车场呢？这个也马上就要签了。你说你就这点能力，我还指望你干嘛？你每天就守着天气预报等喝西北风吧。出去。你的前男友都这么没有品味吗？难道你不觉得徐健可爱吗？憨憨的可爱。开始吧，老师。我真不会唱《山路十八弯》，我没学，我也没听过。老师，校庆唱这种歌不合适。不合适。那太可惜了。哎，这首歌怎么样？情歌对唱，够青春了吧？你们试一下吧。粉色的思念停留在这个时空，乌云遮挡不住那一种悸动，那一个笑容是你的面孔，填满每个夜晚的梦，甜蜜的记忆关于春夏和秋。是，我感觉这歌也不太适合我，唱着没感情。林然，就你事儿多，继续练吧。老师，我跟你说，爱情这东西吧，强求不来的。
接个电话。那个老师，我还有点事儿，要不这样，你先跟静涵练着，我们下次再练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了。拜拜，拜拜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好。蓝色的思念停留在这个时空，乌云遮挡不住那一种悸动，那一个笑容是你的面。喂喂喂喂，快来。你有张良计，我有过墙梯，装修去。现在找个店铺啊真困难，还好你找了我，这条街我说了还是算的。哎，你没交钱啊？这个店铺租出去了。哎哥，我给你找别的吧。喂喂喂，怎么每次都是你们？灯光都弄好了吧？马上好了。还有多久能开始啊？五分钟。五分钟吗？行行，那尽快啊，保持好状态啊。好，辛苦了。来看这个项目。香姐，那你看一下图片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吧。你这都跟着我一天了，你要这么闲的话，你可以去微微的。我跟微微不熟。的甜品店考察，你知道有个词叫做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吗？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没事吧？谢谢。不好意思。大家都小心一点啊，别碰着人。好嘞，小姐。好，谢谢。李小姐工作起来倒是很认真负责。你这盯梢一天，合着是来考察业绩的？怎么，分数是多少？及格。我说的不是你工作的分数，是你的总分。李小姐，不如我们尝试交往吧。喂，姐。喂，你干嘛呢？赶公共课作业呢。姐，我好想你啊。那晚上老地方见吧，你带着作业，我帮你一起写。好，谢谢小姐。那等会晚上见喽。靳总，看到了吗？世上男人千千万，我不缺人，更没兴趣陪追过我闺蜜的男人玩什么估分游戏。而且，恕我直言，你心动的是数值，而不是我。开始了吗？啊，小姐可以了。啊，已经好了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好。店铺装修、新品试做都差不多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
感觉憧憬吧。憧憬？小的时候总是对未来抱有很大的憧憬。我记得刚高考那会儿还幻想过自己完美的一生，可是后来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对自己彻底的失去了信心。所以呢，我决定做一款特别的推送，主基调是自信和期盼。哎，那是你不知道啊，有一个人啊从15岁就开始喜欢你，而且啊你一直是这个人心里面的憧憬。哦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个今天这附近呢有一个画展，然后正好我的画也在，所以想着你要不要去看一下。这演技也太假了吧，这明明是你自己选的路。可是我想回甜品店做甜品啊。走吧。不过既然是我男朋友画的话，那我就去看一下吧。那说好了啊，可不能反悔。走吧。哎，俊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走之后排练就结束了，我就想着来帮帮忙。哦，那行，正好你在这儿，你就给我们当导游，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哦，好，请进。走，去看看。请。薇薇姐，你看。这两幅都是林然的作品，这幅虽然元素众多，但它色彩分明。这幅画啊，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画，它还曾经被当作代表送到欧洲参赛过，还拿了最佳新秀奖。老师们都说它特别有灵感，一定前途无量。哦，这一幅呢，也是林然的作品，它纵深感极强，有没有一种在画中游的感觉？没有，没有。我这些啊都是模仿大师的风格，自己啊差得远了。收敛点吧，你看你的小辫子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没办法啊，就是人帅画好，这是天赋，旁人啊羡慕不来。真是辛苦你了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们两个聊。哟，林然这艳福不浅啊，看新领来的小姐姐胸大臀翘，怪不得最近不理我们季大校花了。刚才说什么呢？我说实话。哎，林然，你这还没成艺术家呢就学艺术家那套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就红颜知己就是灵感的源泉，那胸围臀围直接关系到灵感的质量。再给我说一遍。算了，说了怎么了？画展有监控，再说资方也派了人来，算了。哟，哎，快看啊，西宫护东宫啊。哎，林然，雨露均沾，厉害。你敢打我？